越来越上次耶！头发也好多颗。大家好，我是谁？阿芝。我是谁？爸爸。芝芝爸爸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不知道，爸爸知道了。这叫做巧手拨弄 ，Sampling。然后它的玩法很简单，你看到这个就是它的主机。然后上面插满了很多那个塑胶的竹签，一个有六个颜色，六面骰子，然后还有这个打开的弹珠，我这边有打开的出孔，所以最多它可以到四个人玩，然后它有代表你的颜色这个记号，它就放在这边。然后它玩法有两种，很简单，一种是随机把这个竹签抽掉，或者是用骰子。踩到颜色之后，抽到，比如说你选到紫色，把紫色的抽出来。Uncle 加入战局，好，阿志先一，好 ，Uncle 二 ，Uncle 二 ，Uncle 二，好 ，Uncle 二，妈妈三，爸爸四，换你，换你，谁最多个弹珠的谁就输了。哦，啊，还是换你，哦，一颗，一颗。一个，妈妈，妈妈一个，哈哈，阿珍，妈妈，爸爸，全条稍微掉好多颗下来，哇，阿珍掉了好多颗，阿珍掉了几颗？阿珍掉了一颗。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还是累积八颗。Uncle 中了，中奖。Uncle 中了四颗。哦，好，妈妈。好。牙齿神之所干扰，所以妈妈五颗，还没还有放我，放我，爸爸，耶，爸爸零颗，哈哈，王老师，不见了，好，你在哪里？哎呦，不错 ，Uncle， 妈妈，爸爸，越来越少，耶，爸爸也好多颗，没有就没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颗，阿斯换你，八颗，哈阿斯也很多颗，阿斯也很多颗，啊，他刚刚几颗？哇，这边，二四八八颗，十六，里面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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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？青苔的，青苔的，三、四、五，爸爸十五颗，等等，啊、哦，冠军，对，爸爸是大赢家，最输的一位，对，所以等一下接受处罚，处罚要，爸爸是那个没有赌运的男人，这不是赌运，这个不是，这是游戏运，游戏好玩，对，游戏好玩。这个在家非常好玩，而且可以全家大小一起玩。啊，希望有空可以一起玩哦。好，谢谢你们收看这段影片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这边帮我们订阅。下面这边呢，有我推荐的一段影片哦。如果你用手机观看的话，请在下方可以订阅。来，我们要跟大家说，还是拜拜。